很重要的，对不起，就是一定要听主任姐姐导览，因为这是免费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志玲，非常开心不帮的主持人会是我大学约会的第一次分享座。那其实在那之前，我还是没有很多短片征过，然后我被主任的拒绝了，所以非常感谢你的鼓励。我是第一次来做，因为我是美术系的助理，策展人的身份，这次请大家进到美术馆，一定要扫个 barcode， 请你一定要扫 barcode， 然后听助理姐姐的导览语音。为什么呢？